大家好，今天出来挖牛大链。看一下这个非常大的苗头。这一条是刚刚挖出来的，还剩一半在泥土，泥土里面。上面这一条也是。这是附近的环境。这一条马上要出土了。出来一条，这颗牛大粒我挖完了，挖牛大粒这么多次，从来没有尝试过它的味道，味道蛮好的，干干的，听说这种牛大粒称为男人的加油站。今天就收获了这么多，有五斤这样子吧。